亲爱的阿姑，安安，已经正式开学三天了，真感谢主伫适应的初期，感觉艰难的心情的中间，有主帮助，予我的心有安慰佮快乐。我的计算真正是失策。这摆的暑假休的时间是非常的长，毋是两个月，尔尔。地主的稳定的内底有满满的祝福，因带阮大家平安到如今。回想以早，实在真侪欠缺。感谢上帝的所在，总是上帝无失去伊的眷顾，上帝无用受气对我，上帝阁用笑面对我，又阁疼我，感谢主。